三点几分，就要2980，套餐搁要加599，最后搁要收一成的服务费。德龙，这间敢会收贵啊？恁两个哦，不要替我升级啊，拢找一寡普通的餐厅。咱今日是要庆祝的，当然是爱食较好个啊。我看你明明就最想要食，唔免解释呀。这间物件真好食，我当然嘛想要食。也毋过，我想要替德龙省钱，毕竟即马公司也未稳定啊。钱的代志哦，你唔免烦恼。子瑜，你这个公司哦，接足侪单啊，还佫有购物节，恁大家拢辛苦。所以请恁食顿较好诶，这是应该啦。好啦，那安尼我就无客气啊，多谢你。哎，再给我来电话，多谢你。哎呀，子瑜，我家来就好啊。不要紧啦，我就顺手尔。这是伊早弟弟你妈身躯边诶时阵，伊教我诶。伊常常讲，会当做就加做一寡。加加一步，虽然会较辛苦，也毋过时间若久啊，就会赢人真侪步啊。讲到遮尔好听，当初伫用你印象拢无做，即摆就不做。过去的代志吼，就莫去讲啊，咱即摆吼讲一寡未来代志。见古知今，你敢无听过？有，我有听过，多谢哦，你诚意教学，来，我给你。其实这边我嘛只是找一寡有利这个下游厂商尔，想要让公司上轨道，咱阁有真长的路要行。也毋过，我一定阁较拍拼，让公司愈做愈大，业绩蒸蒸日上。好，那安尼咱三个做伙拍拼，阿水，我见。文正，我真正好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即阵来甲我斗相共，害你我都会找你上爱去食甘苦。即马公司已经有我啊，安尼文正姐就会当去做你想要做的工课啊。我伫遮做甲足欢喜的，唔免你替我烦恼。听你即句话吼，我就会当安心甲伊留落来做伙拍拼啊。安尼我就会当继续甲文正姐请教啊。讲实在。这边我会当做到这个业务，我嘛要感谢温贞姐，是伊答应让我做看卖，我才有机会替公司付出。来，温贞姐，我嘛敬你，多谢你慧眼识英雄。好，那呢，咱三个人做伙拍拼，希望过年时阵哦，咱公司的员工能愈来愈多，会能跟咱做伙吃几个。来，阿姆哥，我感觉要是应该一步一步来，咱即马就只是加接到一寡业务，你先阿廖总讲，咱已经是物流龙头啊。温正姐，我相信德龙一定有伊想法甲规划，不管是不是会当实现，我拢会支持德龙，嘛会尽全力替伊完成伊个计划。得了，我给你，咱一定会成功的。好，多谢。一顿饭吃落，我到底着几多啊？哎，你是安那？餐厅的菜你无改食？无啦。啊，无你餐厅哪有无啥讲话啊？我只是，只是我感觉子瑜也不认你，偌好太济。你哪安尼想啦？会伫我上困难的时阵哦，你是头一个跳出来甲我斗相共的呢，等甲你有病啦。怎样的好？搁再讲，你做的是陌生开发。是业务内面哦，上解困难的。你有今麦的成绩哦，已经足好啊。我原本阁想讲，你应该无想要找甲杨将关的公司，
想袂到你竟然管遮少。还是你了解我，我根本无想要做你的生意。那安尼，你想落去甲子云讲？我讲过吼，子云最近找因啊，不再讲哦，子云爱做啊，是为了公司好，我无想要找伊。你对用对遐尔久啊，佫无了解你的想法，你种秘书啊，不及格。家仔哦，你了解我啦，子云以后嘛是爱麻烦你看家。你要让他知道你的老闆的想法是什么，嗯？我想如果你知道你的想法。你说什么？没啦，不重要。哦。啊，我知道。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请你到道三港。你如果有闲的时候，你看看，看地有厝人去租。啊，你现在住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是吗？啊，就之前在地洞啊，我的房间哦，准一份哦。这尔啊大份呢，啊厝头家哦惊危险嘛，唔敢租给我。我想到一个真好的所在啊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敢用一条？对啊。提示：一个你真惯喜的所在。我真惯喜的所在，手上可以啊。Bingo。啊，我哥遐不是大梦啊！啊，许金凤伊要搬去跟丽娟同居啊，安尼就加一个房间出来啊。啊，拄好。嗯，我等一下就随替你去甲苏三哥讲。多谢你啊，家仔有你多头三哥。是好家仔有我，还是好家仔有叶东子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意思就是我甲伊相对你较重要。啊，我是讲以朋友来讲。当然是你啊，拜托你洪问真呢，咱两个哦是好哥们。好啊，你上好卖骗我，啊那无我就叫守善哥把你的房租起个贵。拜托，千万唔通，我那辛苦并无钱。上好是。